1月19日是演员甄子丹爱女甄姬如18岁生日。甄子丹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生日现场的视频，并发文感叹：真不敢相信，你已经18岁了，祝我美丽可爱的女儿生日快乐。甄姬如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美照。照片中，甄姬如长发披肩，身穿红色长裙惊艳众人，头戴皇冠妥妥的小公主形象，提着裙摆对着镜头微笑明艳动人。都说女大十八变，这在甄姬如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小时候的甄姬如长相并不多么出众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漂亮，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，皮肤也白皙光滑，笑起来更添一丝可爱，很像妈妈汪诗诗。身材上也是完美继承了模特妈妈的优良基因，站在一起比爸爸甄子丹都高，马上就要赶超妈妈了。而且她身材比例优越，腿长腰细，妥妥小美女一个。作为寿星的甄姬如也大方地展示了自己的才艺，成为全场焦点。可以看出甄姬如夫妇有多宠爱这个女儿，似是想让所有人知道这是他们的小公主。夫妇二人也在现场和女儿合照留影，照片中汪诗诗搂着女儿亲吻，甄子丹则做出一副要亲吻的动作，甄姬如站在中间一脸幸福，画面非常温馨有爱。甄子丹一家感情是出了名的好，甄子丹和甄姬如两人是父女更是朋友，在这样有爱的环境下成长的甄姬如也变得更加优秀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还精通唱歌、跳舞、弹琴，能力完全不输专业舞者和音乐人。